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人。
欢迎观看由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博雅大学堂云课程战役系列教师研修公益讲座。我是本场讲座的主持人，北京大学出版社教学服务中心的信心。今天是我们博雅大学堂云课程的第200期，在此我们非常感谢所有的讲座嘉宾以及观众朋友们对博雅大学堂云课程的支持和关注，您的陪伴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在第200期之际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张帆老师来担任主讲嘉宾，为大家做《中国古代史概览》这一主题讲座。张老师您好，欢迎您。你好。张帆老师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中国原始研究会会长。张帆老师自1992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以来，多年讲授中国古代史等课程，深受广大北大学子的认可和好评。那么接下来就欢迎张帆老师开启精彩的分享，欢迎张老师。好，谢谢。好，大家好，那个今天呢，我们北大这个博雅大学堂给我安排的讲座题目是《中国古代史概览》。啊，这个题目的我做的 PPT 呢，我还有另外一个题目叫《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与特征》，内容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简单的把中国古代历史，啊，就是从这个远古到这个1840年鸦片战争，这么长的历史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梳理。这个题目呢，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线索。就是纵向上把这个从远古到鸦片战争，这么长的历史呢，做一个简单的阶段划分，然后每个阶段的那个大概的情况做个介绍，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古代历史（括号地质时代的括号）的基本特征，就是我们首先是把中国古代历史呢发展划成两个时代，一个叫前地质时代，一个叫地质时代，然后呢，这个地质时代的这个特征呢，我们再做一点重点介绍。因为这个地质时代呢，它就离我们比较近，资料比较丰富，这个很多历史上的这个现象或者是问题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在的社会也有一点关系，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发展线索介绍了以后呢，我们再把后面这个大的阶段地质时代的这个基本特征再做一点介绍，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内容。那么首先呢，我们讲第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线索。其实这个中国古代历史很长，具体应该怎么给它划分几个阶段，也有各种划分办法。比较有名的，比方说五种社会形态，五种社会形态这个理论呢，就是把中国古代历史，分成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么三个阶段。但是呢，这个划分方法呢，因为牵扯到一些学术问题，他们具体怎么那个鉴定、怎么判断，还有一些争论。所以我在这个讲座里面呢，我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划分方法，就是从这个国家形态或者政治形态来划分。就是咱们中国古代历史呢，我把它从那个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秦始皇建立这种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啊，或者叫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或者叫大一统的，或者叫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有各种各样的叫法吧，总之是从这个秦始皇统一全国，创建了一个新的政治体制。这政治体制呢，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皇帝制度为标志和核心。我们把这段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那个清朝，到古代，甚至于可以到这个清朝这个灭亡帝制结束，那就已经到近代了，那段历史都可以称之为帝制时代。然后呢，把这个时代前面的历史，也就是公元前221年以前，一直推到上古、远古那段历史，称之为前地质时代。这个划分就比较简单，就是以这个制度、以国家制度、国家形态为这个标准来划分。它是比较标志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这样来分划分阶段呢，也比较不太容易引起那个争论，就是说，到底什么时期应该放到哪个阶段，那么在这方面应该也没什么问题，我们就用这个简单的划分方法来讲。那么首先呢，就是
第一大问题的第一个小问题，前进时代。前进时代指的是这个我们中国从这个远古到公元前221年的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呢，其实它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就是非常漫长的史前时期，第二个是最初的两个王朝夏和商，第三个是我们中国在最长的一个朝代周。就是说前进时代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史前时期，第二段是夏和商，夏朝商朝，第三段是周朝。这些时期历史呢，大家可能也都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把前进时代的第一个时期呢，史前时期，我们给它一个定义，指的是有确切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历史，指的是这个在中国这个范围内，中国史这个阶段里面有确切文字记载以前的那段历史，我们称之为中国的史前时期。这段时期就中国来说长达上百万年，那么对这段历史呢，主要得通过考古资料去了解，因为它没有留下直接的文字记载啊，它只有，当然关于它呢，在古书里有一些描写，但那些描写都是传说，都是在那个时代过去好久好久以后，大家那个口耳相传，传说下的一些故事，甚至于一些神话。那这个呢，和并不是当时的历史资料，当时的历史资料能让我们看到的，主要就是这个考古资料。所以这了解史前时期呢，主要的这个途径是通过考古发现和相关的这个对考古遗址的研究来了解。这个史前时期呢，首先第一部分是考古所见的古人类遗址，因为史前时期按照这个从经济上角度来看，它的劳动工具是石器，它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旧石器时代，这个旧石器时代又叫打制石器时代，但它是非常长的，就是上百万年。中国古代的中国上古这种远古时期的这个旧石器的这样的文化遗址已经发现了几百处那么比较早先的说法是300多处，那么这300多处遗址呢，它跨越了上百万年。最早的，也就是大家一般公认为这个就是能接受的，最早的就是170万年以前的元谋人，就是在云南元谋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那么这几十万年过去以后，就过去了，绝大部分时间都过去了，到最后的10000年开始进入了新的一个时代，就是这个新石器时代，就是在史前时期啊，它首先是一个非常长的旧石器时代，到最后才一点点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新石器的这个概念指的是磨制石器，就是这个石器制造技术呢，它比过去的石器制造有了很大的进步，制造的比较精细，比较精致了。那么到新石器时代，我们中国能够发现的这种遗址那就非常多了。前面说旧石器时代100几十万年也就发现了几百处遗址，但是在新石器时代离我们只有10000年，甚至于到离我们5000年4000多年之前才结束，这段时间也就是几千年吧，就发现了10000多处遗址，那这是非常多的。跟我们历史有关系的，其实主要还是这个新石器时代的这些遗址。这些遗址呢，基本上已经发展到了文明的门槛，就是说它还没有进入文明这个时期，但是已经到了门口了。这个新石器的这个文化遗址在全国有大量的发现，考古学家把它们分成一些区域来做研究。这中间呢，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我们认为一般认为是主要在黄河流域，但是呢，又不单单是黄河流域，而是在这个其他区域，像北方、南方好多地方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文化遗址，对中华文明的形成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它是一个多点开花、多元一体，到最后是形成这样的一个文明体系。我们这是几张地图，我们看到比较早的这个旧石器时代那几百处遗址里面，大概比较重要的有这么一些处，但这个分布的大家可以看到也很广泛了，就是从北边到南边这个就是还算比较均匀吧，就是说当然肯定还会有很多没有发现的，已经发现的就是已经还是分布的比较就是铺的比较开的。那这是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呢当然就更多。那现在我们这张地图上显示的是这个一些重要的有名的，就是考古学上意义比较重大的一些文化遗址。这些文化遗址可以看到我们画了4个圈，这是考古学家
提出的一些看法，就把它们分成几个区域。这些区域呢，在每个区域里面，他们的文化遗址有某些共同之处。当然，各个区域的文化也还有它的互相的影响。这张图上显示的是四个区域，实际上呢，还有别的划分方法，还可以分出其他的区域。比方说，在西南也可以划分一个区域，在华南也可以划分一个区域。为了简单呢，我们这张图上只标出了四个区域。这四个区域里面，中间两个区域就是一个在长江，这个不是一个在黄河这个上，这个上中游，一个在黄河下游。这两个区域，它是对以后的这个中国历史，特别是早期的王朝，应该是有直接的影响和或者说有继承关系。但是在南北两方面，在北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区域，我们称之为红山文化这个区域，在南边有一个就是长江。下游长江三角洲，江浙地区有一个良渚文化这个区域，这两个区域呢也都达到很高的水平，那么它里面有一些文化因素，它的那种高度是这两个区域所没有达到的，但是呢，以后这个中华文明的形成、王朝的建立，主要还是在中间，在两边呢，并没有很快的出现相应的政权，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比较早的这种。国家形式、国家形态，那可能就是由于某些原因，那些文明呢发生了一些问题，或者一些断裂，或者是一些是不是有些就融入到了那个后来到中原的这个文化当中了？这个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总之，这个史前时期第一阶段就考古发现的这些遗址，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关于这个史前史的这些考古发现的古人类古文化遗址。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做点了解。那这个角度就是史前传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那关于那个我们的那个史前时期的那些早期人类活动吧，早期的文化的那个发展情况，有很多的故事。这些故事呢，它都是从那个时代很曲折的辗转传下来的。这个传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很多的添加一些成分，或者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变形。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些传说呢看成是那个时代非常真实的反应，只能把它看成一个间接的反应。但这个间接的反应呢，也能反映那个时代的很多的这个历史现象。也许有一些反映的一些东西，可能是那个单单从考古发现那些材料你不能直接看出来的。所以，对于这个史前传说的这些内容呢，我们也应该在经过辨析以后，也可以把它运用到对史前史的了解当中。比方说，史前传说，中国上古就是这个史前时期的这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三皇五帝。三皇五帝就是几个统治者，有三个是，比较早的有三个人物称为三皇，稍晚一点的后面有五个人物称为五帝。这里边呢，就是传说的越早的那个，就是时间越早的传说，它那个传说就越混乱。比方说，三皇到底是哪三个人？到底是哪？就是哪三个形象？是三皇，那其实就有好多说法，并不是很一致。但是五帝就稍微晚一点的这些传说人物，他的形象就相对确定了，就是没有那么混乱了，就基本上五帝是谁，这个说法是一致的。像在五帝里面呢，第一个打头的就是皇帝啊，我们今天那个我们中华民族的主体吧，这个汉族是有一个说法被称为炎黄子孙，炎黄子孙呢，他就是这个。其中这个主要人物就是皇帝，当然也涉及到跟皇帝同时代的一个统治者叫炎帝。据说呢，炎帝、皇帝他们有发生战争，后来还是皇帝打败了炎帝，把炎帝的力量合并了，所以呢，皇帝是被称为是五帝之首。五帝，皇帝是五帝的第一个，五帝后面还有几个人，还有那个颛顼、帝喾，然后是尧和舜。像到了这个后面的尧和舜啊，他的那个传说故事就越来越人性化。早期传说，这些包括三皇，包括皇帝，他那些故事看上去都不像是个人，他像是个神，就特别的无所不能，那个有各种法术和各种，甚至于有一些什么，就是被拔高得很厉害。但是呢，到了五帝的最后两个人尧舜的那个身上，你会看到他的神的色彩已经很淡化了，他就是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样。那他的这种生活，一些具体的家庭都有描写，这个呢。恐怕就得说明这个五帝的故事，可能传说故事可能就更加贴近真实了。
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把三皇五帝看成什么呢？看成那个史前时期，啊，就那个时代，主要是黄河流域这个地区的部落或者部落联盟首领。就那时候呢，还没有国家，但是有部落，一些部落形成一大的这种部落联盟组织。那他有个首领，这些首领呢，就在传说当中就被塑造为三皇五帝。他们这些故事呢，反正对于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的情况，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帮助的。这就是这个前帝时代的第一个时期，就是史前时期。史前时期非常长，但是我们这儿只能用几句话就做交代，因为我们这个历史学科呢，这个古代历史，我们关注的主要是这个有文字记载，或者说进入了那个文明时期以后的这个历史。这样的话呢，我们一般认为我们的中华文明是从夏代开始建立的。夏代是我们中国第一个世袭王朝，夏代之后是商代，商代是第二个王朝。这两个王朝呢，有一些共性，我们就把它放到一起来谈。这两个王最早的两个王朝，夏和商，第一个是夏，夏的年代呢，那个根据现代学者的这个研究和推算，它有一个大概的年代，就是说大概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这个呢，就是说不是那么准确，只能说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推断，因为早期这方面用于能够那个确定年代的资料太少了。关键是什么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关键是这个夏代或者叫夏朝，在历史书当中记载得很清楚，它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一般认为它也是中国国家最早建立的时期，就从夏朝开始，中国有国家了。那么。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夏朝的这些记载呢，都还是离夏朝那个时代有了一段距离，也就是说，在夏朝以后过了好些年，才有人提到夏朝。这个的话呢，就是说明夏朝这些记载呢，多少还带有一点传说性质，就它并不肯定说是当时的那个夏朝人留下来的那些文字材料，而都是后人。经过追溯、追忆，或者是听说的那个，听前代人的这个传说，然后写下来的那些一些材料，这个就稍微离跟夏朝有点距离，所以，也可以这么说，就夏朝是否真实存在，还不是100%能够证明的问题。虽然说，通过那个一些间接的材料，包括逻辑上的一些推断，我们相信夏朝这个王朝。不可能是虚构的，应该真有这么一个王朝，但是这个我们这个看法呢，也还不是说100%的确定，就是我们应该我们的说法是夏朝的存在，大体上是可以肯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它的材料还没有当时的材料让我们看到，在考古发现呢，这个考古研究领域有一个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古代文化遗址叫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它是这个时间，就大概跟传说中的夏朝对应，它的那个区域、地区、分布地区也和传说中的夏朝的那个中心位置大体相符，所以其实几乎可以得出结论，就是二里头文化，就是我们考古发现，我们在中原地区，特别在河南和山西的一些地方发现的那个一个。早很早的一个我们的文化遗址，那个应该就是夏朝遗址，这个几乎是可以这么说，但是呢，也还是没有100%的确定，或者说没有特别充分的证据，因为在二里头文化发现了什么宫殿遗址，发现了青铜器，等等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文物，但是呢，没有发现文字，或者说没有发现确定说是这个能和夏朝关联起来的文字。这样的话呢，对于他，我们就还有一点点的存疑。但总的来说，一般学者认为说，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就是夏朝，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古书里就写了，古书里写的应该是不会完全是胡编的，而且它很可能就是我们考古，发现的二里头文化，这就是我们对夏朝的一个基本的看法。然后到了第二个王朝商朝，商朝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因为商朝的这个文字记载和考古发现已经完全对应了。那我们已经发，而且我们已经发现了商朝人当时的记载，那就是甲骨文，就是在那个很古老的商朝，
它的时间是大约公元前1600年到大约公元前1046年，在那段时期，就是商朝人自己留下了文字记载，告诉我们他们讲了他们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朝代的存在就没问题了。所以说商朝是我们中国古代第二个王朝，第二个世袭王朝，但它也是第一个能够得到考古资料确切证明的王朝。根据考古发现，我们知道商朝的这个文化、这个文明程度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比方说文字，它的甲骨文，这个文字是非常复杂的，那个不是一个什么早期的或者刚刚使用的文字，而是一个经过长，很明显是一个经过长期发展变化的一个比较复杂的文字。商朝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也达到非常高的水平，那都是有以前很长的积累的。反正就是商朝的这个存在没有问题了。那么作为它的一些符号，或者说它的一些代表性的这些文化的那个标志，那就是甲骨文还有青铜器。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讲了史前时期的两个那个不是讲了那个前地质时代的两个那个阶段，史前时期我们讲过了，夏和商属于第二阶段我们讲过了，下面我们要讲第三个阶段，就是周朝。周朝是我们中国古代第三个王朝，我们把周朝单独讲，而不是把它跟夏和商联合起来讲，是因为周朝又有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呢，周朝这个朝代特别长，前后将近800年，那这个在作为一个朝代，在中国古代里面是最长的。因为它很长，所以它就是它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变化。也可以把它分成一些时期来分别的去那个考察。如果笼统讲周朝，那还不好讲，因为周朝这个前后太长了，变化很大。那我们要把它分成一些阶段和时期来分别介绍，这样比较容易。周朝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时期。首先，周朝分为西周、东周。这个西周、东周呢，它是因为这个王朝首都。最早的时候，王朝首都在西边，在今天的陕西中部，那个时候叫西周。后来呢，它被游牧民族所推翻，但是它的其余的一些残余势力就搬到了中原，建立了继续周朝统治。那么，它这个继续周朝统治，它这个首都呢就搬到中原，就比原来靠东了，所以叫东周。也就是说，这个周朝可以分成西周和东周。那么到东周呢，又能分成两段，一个是春秋，一个是战国。这是都是历史上那个老早就有这样划分的，所以说我们其实可以把周朝分成三段，就是西周，然后是第二个是东周前期，就是春秋，第三个是东周后期，就是战国。我们简单说一下西周。西周的话呢，它是从这个公元前大约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71年，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年代的表示，它的开始年代是有一个约字的。就是说，西周是哪年开始的？哪年建立的？基本上现在推断为公元前1046年，但是也有不同看法。就说这个年代还是处于推测。但他西周的灭亡就非常清楚了，他没有约字了，他就是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这个是很确定的。所以说呢，我们中国历史啊，这个早期的很多事情啊，它是没有一个准确年代记载的。包括夏朝，它其实年代，它的那些人物和事情，它的年代都其实很难确定。商朝也很难确定，但商朝我们当然就已经做了一些推测。周朝，那么这个西周在前中期，它的年代也是不怎么确定的，但到西周后期开始有了一个确定年代，以后的王朝，以后的时期就好办了，都有确定年代。西周就是处于这个。从没有确定年代到有确定年代过渡的这么一个时期。作为周朝的第一阶段，西周它已经体现出这个周朝的特征，就是和夏商不太一样。主要是它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叫分封制，就是作为夏和商同样都是早期国家，都是这个核心区域啊，这个是比较稳定，但是边缘外围区域呢，统治就不是那么确定。有的时候能统治，有的时候不能统治，就是有点弹性的。但是呢，西周也还是这样，也是分成这么它的核心区域和一些外围区域。不过西周王朝对于外围区域的控制就大大加强了。
就比那个夏和商啊，和夏和商相比，夏商统治者对于他们这个王朝的外围地带，控制是相对薄弱的。但是西周王朝，虽然说他的这个统治者真正实际直接控制的地方有限，但是他对广大的外围地区控制的力度其实是比夏商明显提高，因为他搞了分封制。分封制就是说，他把自己的人、自己的贵族，就是周朝贵族，有的是本家亲戚，有的是外，有的是外戚、外家亲戚，把他们派到地方上去坐镇，或者说是派地方上去建立统治据点，以这个统治据点为核心成立诸侯国，这样全国就分布了很多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的话呢，都是大部分都是周朝的人派到外面去建立的，只有小部分是就是扶植或者说是委任当地的原有的土著统治者建立的。那么，由于大部分都是周朝从朝廷派出去建立这个诸侯国的这样的一些贵族，他是朝廷派去的，所以他这个诸侯国对于朝廷的依附认同要明显高很多。那么，作为西周王朝，朝廷对于地方这些诸侯国的控制也比夏商那个时代统治者对地方外围地区的控制要强很多。这就是西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那么具体来说呢，在西周，我们说了它的那个年代，早期是这个不那个十分确定的，到了最后就确定了。那这个变化发生在何时呢？变化发生在公元前841年，那一年是西周的共和元年。为什么叫共和呢？说那一年啊，因为周朝的那个统治者国王，因为统治残暴，被底下的人赶走了。有一个诸侯，他这个诸侯这是他那个国家叫共，这个诸侯的这个名字叫和，曾经代管这个周朝统治，所以这一年叫共和元年。从这年开始，中国历史有了明确的年代记载。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是那个周朝天子被赶走以后，有两个贵族联合执政，称为共和。就是不管怎么着，共和这个词啊，就是那个时代就出现了。那它就是指的是一个，也可能是一个诸侯代管，也可能是一个联合执政。那么这个时间点，就是我们以后的那个中国历史的年代，确切年代的记载的开始。再往下面就是这个到东周了，因为刚才提到西周是怎么灭亡的呢？西周是那个被游牧民族所推翻。那么后来这个周朝的这个王室，他们就搬到东边来，到中原，到洛阳，建立了新的这个统治，那就是春秋了。春秋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周天子或者说周朝统治者最高统治者，他的权威下降或者衰落了，他的话语权没有那么强。那么接下来是那些诸侯国，地方诸侯国里面有一些大国，他们掌控了话语权，所以这是春秋时代的这个主要特征。我们先看一下一些图，比方说这是一张那个西周初年的分封图。西周初年可以看到周朝的那个首都，这个周朝首都叫镐，就是说咱们今天读镐，那个时代这个字读镐，那个镐，这图上的镐，在陕西的这个中间，陕西中部这个镐这个地方就是西周的都城。然后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西周的都城位置比较偏西。那广大东方地区呢，就分布了很多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就是我刚才说的，大部分都是西周王朝的派人去建立的，也有少量是地方原有的那土著的统治者，得到周朝委任建立的。那个有资料说，周朝据说当时那个周朝分封了71个国家，其中姬姓独居53人。姬姓就是周王朝的这个王族的这个姓，就是说，这数字当然不见得完全准确，但是大概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据说当时周朝建立了71个诸侯国，其中有53个国家是周朝自己的本家贵族建立的。那本家贵族以外，还有一些外家贵族，就是周王的这些什么王后啊，或者是什么就通婚关系的那些贵族，那又有一些，所以可以说周朝的自己的贵族出去建立的诸侯国占了绝大部分。这西周当时的情况，春秋呢，就刚才提到了，春秋时期就是这个，诸侯国掌握话语权，特别是那个诸侯国里面一些大国，
啊，那他的那个新成为诸侯的盟主，或者说诸侯的领导，由他呢来那个，就是说，承担很多那个一承担一些吧，过去那个周天子那个承担的职能。周天子当然还存在，大家还知道他是天下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呢，对他的那种重视程度，或者说那种这种，对他的核心地位的那个维护，就不如西周了。春秋时期的那些诸侯，比较强大的诸侯国，他们当上盟主，他们被称为霸主。这个霸主就有一个说法叫春秋五霸，就春秋呀有五个诸侯国当过盟主，或者说有春秋时候有五个诸侯国的国君被当时各国推举为盟主，但是是哪五国呢？是哪五个君主呢？说法不一，古书里面有孟子、荀子等等这些书各有各的说法。但总的来说呢，大概的有几个国是重要的。首先就是什么那个，首先就是这个，像齐桓公啊、晋文公啊，他们代表的齐国和晋国，还有什么秦穆公，还有楚庄王，他们代表的那个秦国和楚国，这几个国家是比较重要的。别的国家也有些重要的，但是不如前面这几个更重要。特别是北方的晋国、南方的楚国，他们长期争夺霸权。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重要现象，这就是东周的第一个时期，叫春秋。这段为什么叫春秋呀？因为关于这段历史有一部历史书叫春秋，所以这个时期也就被叫春秋了，是这么一个情况。那部历史书《春秋》呢，是儒家经书，据说是一本鲁国的，就是一个诸侯国之一，鲁国的一部自己就他们国家做的一部编年史，据说经过孔子加工，所以成为了儒家的经典。这是春秋，那么下面就是，首先就说一下关于春秋的那个年代，它应该是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这年代都是具体的，不是说笼统的。下边就是东周的第二个时期了，那就是战国，或者叫东周后期。战国呢，就说同样也还是一个诸侯，这个掌握话语权的时代，但是战国跟春秋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他那诸侯国的话语权可以说更强大了，而且呢，那个或者换个角度说，最高的统治者周天子、周王的话语权几乎这时候就没有了，就等于完全被大家忘掉了，或者是无视了，完全是诸侯国就不管这个周天子的这个，不管他的意见、他的存在，我们就自己搞一套，而且诸侯国当中这种竞争更加激烈。在过去春秋时代的争霸，那个斗争，虽然也还比较激烈，但是跟战国相比，那明显就差了很多，但级别完全不同。战国的时候，各国就是这个竞争啊，已经表现为大规模的战争，那个战争动用人数之多，那个持续时间之长，杀伤之重，都是春秋时期远远比不上的，就好像这个社会已经突然就高度军事化。然后那个各国打得特别是头破血流，就特别的那个战争特别的频繁和残酷，所以这个时期叫战国。这个战啊，就打得很厉害。过去也有战，打得没那么厉害。到战国的战可就是跟过去很大的不同，真是这战争升级了。战国这个时期呢，它的这个年代是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这里面，公元前221年是个重要年代，因为在这一年，秦朝结束了战国的分裂，统一全国，那中国历史就进入了帝制时代。但是前面这个开端年代，公元前475年，这个年代呢，当然也是确定的，只不过要说的是春秋战国中间这条线应该怎么画，这个其实不太好画。就春秋战国，它不是两个国家，不是两个政权，它是一堆政权。前面也是一堆政权，后面是一堆政权，总的又都说算周朝。那么从什么时候划线？说前面那一堆政权那个时代过去了，我们到下一个时代开始了。这个划分只能是相对的。其实国家都还是这些国家，诸侯国前后，只不过后面诸侯国越打数量越少，前面有很多，后面越打越少。但是后面这些诸侯国在前面也都是存在的，或者说是由前面的诸侯国分化而来的。这样的话，你要就在这当中画一条明确的界限是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现在我们画的比较界限，我们说公元前476年春秋结束，公元前475年战国开始，这是司马迁画的，他有他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就比较复杂了。我们其实假如我们要去研究，我们也许有别的画法，不过呢习惯上我们就遵照司马迁的画法，我们就说从公元前475年就是战国时代开始了。刚才说到战国这个诸侯国就更厉害，那个就是更强势，而且打得更凶，那么在战争的影响之下呢，很多诸侯国被消灭了。到战国时期呢，就是只有十几个国家还在，那过去有几十个甚至于上百个国家，现在就只有十几个了。十几个里面呢有几个也存在感很低，主要是七个大国主导，这七个大国存在感很强，秦楚燕齐韩赵魏，这七个国家被称为战国七雄。这个时代就是周天子完全没有地位了，就大家都已经几乎把他给忘了。然后这战国七雄呢就主导这个政局，他们反正做了一些事情，他们一方面搞改，就是在国内搞改革，加强管理，尽量的强化竞争力，同时呢他们也那个就是彼此又互相那个展开激烈战争。这个时期虽然很乱，但是呢它有一些重要的那个变化，一个就是说各国啊通过强化管理建立起来一种官僚制，或者叫专制官僚制的统治模式。这个统治模式其实是开启了下一个时代帝制时代的统治的模式的一个先声，就是说因为下一个时代是怎么建立的，其实是在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已经开始建立这个时代的那个特征了。另外战国时期虽然是打得很多，但是经济还比较繁荣，特别是文化尤其是活跃。那么从春秋后期出现了孔子老子开始，到战国的话呢已经就是说出现了好多的思想派别，就是诸子百家，而且他们展开各种各样的讨论，被称为百家争鸣。这个时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阶段。这就是战国大概的情况。那么战国这个七雄啊，基本上是那个就是秦国在西，楚国在南，齐国在东，燕国在北，中部基本就是韩赵魏三国，这就是这个七个战国七雄。还有一些小国，春秋时候的小国，有什么宋国、郑国、魏国、鲁国，这个也存在，有的还存在很长时间，但是他们都基本上就是说主导不了形势，就基本上就是历史上对他们记载也很少了。这就是这个战国时代的情况。好，到这儿为止我们已经简单介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一大时期前帝制时代。就是这前帝制时代呢可以说是这样一个时代，它是从那个早期的那种没有国家的原始，只有原始的部落和那个社会组织的那个时期，到有了国家，但这个国家还属于早期国家的是这样的一个时期。那么下面的帝制时代就是说是一个新型国家，一种新型的管理体制，那个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所以说我们这个时代划分呢，我们看的主要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是个什么样子，没有国家的那个时期和有了国家但比较初级阶段的那个时期，这是前帝制时代。后面就是有了这个国家已经发展到一个高级时期了，就是它的统治管理能力，管理的这种手段都和原来完全不同了。那这个是我们说要说的下一个阶段了，这就是帝制时代。它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皇帝制度的建立，围绕皇帝制度就有一整套官僚体系，一整套管理方式。那这个从上面到下面这个管理的力度和这个强度，那比前面这个时代要高了很多，或者说是严了很多，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我们称之为帝制时代。帝制时代就有很多的王朝来组成，或者说有很多的这个帝国来组成，我们把它分成几个时期，就根据这个朝代啊，也就是一些大朝代大的时期为主，附上一些小的时期，把它分成五大阶段。第一大阶段秦汉时期，第二大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三大阶段隋唐五代时期，第四大阶段宋辽金元时期，第五大阶段明清时期。这五大阶段它的年代都是非常清晰的，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这个比较清晰，因为这些王朝哪年建立哪年灭亡都是明明白白的。这个时候中国已经早已经进入了这个有年代记载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我们就简单的分别的按次序做个介绍。好，
首先就是我们说第一个时期，秦汉时期。秦汉时期呢，它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这前后是400多年，差不多440年。哎，公元前200多年，公元后200多年，从公元那个年代为界，前后各占一半。但是那时候的中国还不知道什么公元，这公元是以后咱们后代给它使用的一个年代体系。那么这个秦汉时期呢，它可以分成四个具体阶段，第一个是秦，然后是汉，汉的话呢又分成西汉、东汉，西汉、东汉之间呢又加了一个很小的王朝叫新，新就是新旧的新，所以秦汉时期可以分成四段，第一段秦，第二段西汉，第三段新，第四段东汉。首先我们看一下秦，秦朝这个王朝很短命啊，它统一全国以后十几年，大概15年就崩溃了。它是很短的，当然在这之前，秦作为一个诸侯国，它有很长的历史。它从那个西周后期开始，西周末年吧，就有了地盘。然后呢，到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一步一步发展成一个大国，最后统一了全国。但是在统一以后没多久，它就崩溃了。秦朝虽然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很短，但它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开启了帝制时代的这种统治模式。他的一整套的这种管理体制，制度都是直接为后代的王朝所继承，所以他虽然短，但是他非常重要。而且秦朝呢，他的这个快速灭亡，统一都统一了，你这个已经没有对手了，结果自己灭亡了，是被老百姓推翻的。这个呢，也给以后的朝代提供了一个经验教训。秦后面第二阶段。就是西汉，西汉就比较长。西汉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8年，那它有200多年。西汉，它是本身是汉朝的一部分，因为后面还有东汉。但这个西汉呢，一般来说就是作为这个汉朝的这个前期啊，那它的这个地位和重要性呢，要比后面的东汉更加重要。它的重要性主要在哪儿呢？主要在于这个新的这个管理体制，这种皇帝制度为核心的这个帝制时代的这套体制。是在秦朝创建，但是秦朝并没有把它用好，秦朝的操作有点问题，导致了这个崩盘。到西汉建立以后呢，又重新恢复这套体制，但是做了一些什么呢？做了一些在管理上手段上做了一些调节，更加注意一些分寸感，或者是一些具体的一些那种这个就是不是那么，或者是一些具体的一些那种这个就是不是那么这个就是不是那么像秦朝那样胡乱操作。那结果呢？西汉就应该说是把这套体制呢运用的比较吃座，这样的一个王朝存在200多年，而且它中间发展到一个很强盛的一个，在这个新的阶段呀，它开始不太顺利，一开始刚建立就出现了这个王朝崩溃的现象，但是到下一个王朝就把它基本理顺了。那以后这个时代的这种统治模式就一直要向下延续了，所以西汉在这一点上很重要的。西汉有一个阶段，因为它比较强大，所以而且加上这个西汉再加东汉的年代又加起来又很长，所以呢，以后我们中国的主体民族就有了一个称呼叫汉人、汉族，这个就来自西汉，就来自汉代汉朝的这个国号。所以，他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族称都很有影响。我们看到那个，这是秦朝的一张地图。秦朝这个帝制时代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把这个君主，过去君主都叫王，现在不能叫王了。你叫王显不出特殊。在那个本来的话呢，王只有一个，王就是周朝的那个最高统治者，又叫周天子。但是在从春秋到战国，特别到战国时期，各大诸侯国都称王，王有好多。那现在秦朝又统一了，我还叫王吗？他不想叫王了。经过开会讨论，最后由秦始皇自己确定，就定了一个称号叫皇帝。与此同时，秦朝废除了周朝搞的那一套分封制的那套系统。他觉得分封制呢，时间一长，你看那诸侯国，他就慢慢的有离心倾向，就逐渐脱离了周天子的领导，所以呢，秦朝拒绝再搞分封制，那他搞的是郡县制。
就是在全国设立郡县两级官僚机构，一开始有36个郡，后来发展到40多个郡，下面管着1000多个县。这个两级体制，郡县制，这个管理人员都是由那个君主，就是皇帝任命的，可以随时罢免，随时调动，干得好就升迁，干不好就降级或者撤职。那他这个管理岗位就是属于一个完全是和过去的分封制不同了。分封制的管理体系是，那岗位都是死的，各级贵族，那个天子分封大贵族，大贵族分封小贵族，啊，或者说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大贵族，大贵族反正就是这样一级往下分封呢，这些岗位都是世代相传，它基本不存在什么，除非特殊情况，不存在什么撤职、罢免、调动这种事儿，基本没有。所以那个管理体制是比较僵化的，而现在郡县制管理体制是非常灵活的，而且是这个权力是高度集中于中央的，就是由中央，特别是由皇帝来统一任命，这就是帝制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到了汉代，那么汉代对秦朝的制度的继承，总的来说是继承秦朝制度，但有些地方呢又稍微做一点调整，包括一度向分封制有点让步，因为分封制的历史也很久了，突然你要让分封制退出历史舞台也有一定的困难，所以西汉曾经搞过一点分封制，但是到最后吧，基本上也就是那个分封制还是被这个郡县制的体制所压倒，就是分封制只成为一个附庸的或者附属的次要的一个部分，主要还是靠郡县制来治理这个国家。在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当时西汉的国力强盛，对外那个开疆拓土，其实把那个疆域也变得比秦朝更大了。我们看这个图上，像秦朝这个疆域，基本就是我们，北到蒙古草原，西到青藏高原，东南到海这样的一个区域，但是到西汉呢，就把统治范围起码是往西伸出一块儿去，就是这个沿着这个河西走廊进入到新疆地区，或者叫西域，就是把西域纳入了这个中央王朝统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的。不光是体制继承，那么他在这个国家管理方面，在国家的疆域方面也继承秦朝的疆域，并且还有所扩大，这就是西汉。当然这个作为一个这个西汉王朝，它确实是有一阶段很强盛，但是呢时间长了以后，它也慢慢暴露出很多问题，社会的矛盾，内部的危机，所以到了这个统治了200多年以后，他就崩溃，他就出现了那个衰落趋势。在这种时候，他就被人篡位了。被篡位的这个篡位这个人呢，就是西汉的一个外亲戚，或者叫外戚，就是王莽。这个王莽他是出身于西汉的一个外戚家族，他们家呢在西汉当了多代的大官，到他的上台的时候呢，他就利用这个社会上。大家普遍有种心理，觉得西汉可能快垮了，所以他就是那个做了一些手段，最后呢，反正就是把西汉王朝这个皇帝的位子夺到了他的手里，他就宣布取代西汉，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叫新朝。新朝，这个新朝呢，从公元9年到公元23年，前后是这个也是十几年吧。那个但是这个新朝就是说。他在历史上的存在感特别低，就一般人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朝代，还有个新朝没听说过。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首先他很短，更重要的，他这个王朝建立者还没死，王朝就灭亡了。就是说这王朝就一个皇帝，都没传到第二个皇帝，所以这一个皇帝那。这个皇帝的称号，各种各样的美称尊号，都得在他或者是这种尊称都得在他死了以后由下一代皇帝给他追加。那他这一个皇帝自己建立了王朝，自己还没那个传到下一代，自己王朝就被推翻了，那他这些美称也都没得到，所以大家就经常忘了他这个皇帝。其实呢，西汉这个外戚王莽这个人啊还是很能干的，他这个王朝其实挺强，就是有比较大的实力，他真正的全国最高统治者，时间虽然短，但是他其实真的是个王朝，就是说还是不能完全把它忽略。他的问题在哪儿呢？这个新朝他的问题在他搞了一些改革，
他针对西汉后期的那种社会矛盾、社会危机，他做了一些改革，他想解决问题。不过呢，他没改好，这个就不但没把那些问题解决，反而把问题搞得更加严重，危机更加严重。所以呢，他最后就被推翻了，是这样一个结果。那么在秦朝灭亡以后，下面就是进入了这个秦汉时期的第四阶段，东汉。东汉我们看一下，从公元25年到公元220年，又是这个什么呢？这个差不多200年，接近吧，稍微不到200年一点点，但是基本就是200年的历史，这个跟西汉长短差不多。东汉是建立者，他是一个西汉的远房宗室，就是他是西汉跟西汉皇帝是一家人，都姓刘，但是他不是那个特别近的、特别靠近的那个宗室，而是一个稍微有点疏远的。但不管怎么说，能够推上去，知道他们是一家人。那他这个人叫刘秀，那他是这个东汉在王莽时期，他就是一个地方上的一个地主，但是在全国大乱以后呢，各支势力互相的这个竞争，互相那个打来打去，最后是他的势力获胜了，把全国统一，继续打着汉朝招牌，史称东汉。叫东汉的原因也有一点，就是说过去在西汉，他那个首都在陕西，当时叫长安，那么他就也就是说是在那个关中地区比较靠西，而到东汉呢，首都已经不在那儿建立了，东汉的首都建立在洛阳，就是河南了，这个比西岸就靠东了，比那个关中地区靠东了，所以呢后面这个王朝叫东汉。这西汉东汉，这是主要是就和那个以前的西周东周一样，主要跟着他那个首都所在地叫的，这样就比较好记。东汉这个历史呢，一般来说就没有西汉历史那么受重视，他的国家强盛程度呢也好像也不如西汉的最辉煌时期那么强，总的来说东汉早期还是不错的，国家形势也还是那个内政和对内对外都还有不少的业绩，但到中后期呢，他就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主要是外戚专权、宦官专权，而且这两拨人还交替专权，政治越来越腐败越黑暗，后来爆发了那社会动乱，军阀割据，这个王朝就灭亡了。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秦汉时期。说秦汉时期，我们看到什么呢？它基本是个统一时期，它是几个王朝，无论长无论短，都是全国就这一个王朝统一的。中间出现过一些波动波折，但是那个战争的那个时间都不太长。总的来说，这400多年，它是一个比较稳定发展、比较统一的时期。下面就是我们说的，也就要讲定居时代的第二时期。那这是什么时期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跟前面时期相比很大的不同，就是以分裂为主了。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面，全国都有多个政权，不止一个政权，有多个皇，好几个皇帝都各自称皇帝，谁也不服谁。哎，那这个和前面完全不同。前面那个你不管怎么着，就是说那个除了个别的那个战乱年代以外，那全国都是只有一个政权、一个政府、一个皇帝，一个中央政府、一个皇帝。那么到在第二时期，三国开始这个时期，那这个只有个别时期，全国是一个政府、一个皇帝，大多数时候全国都有好些政府、好些皇帝，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把三国两晋南北朝呢，会分成三个阶段来讲。整体上的这个年代，三国南北朝从220年开始，到581年结束，不到400年。那么它的第一个时期是三国，三国就是60年。三国从公元220年到公元280年。关于三国历史呢，是我们一般的爱好者，稍微你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三国，而且三国的这个故事什么的，这些人物也都特别有名。那这是因为，古代有人写过一本书《三国演义》，就把它文学化了，用文学化的那个方式做了一番那个描述，当然也还是参照历史，也不是胡编的，这基本还是靠谱的。由于这个《三国演义》影响很大，所以三国也跟着出名了。但是作为三国历史呢，在这个三国两南北朝这个阶段呢，它并不是特别的重要，因为它这个分裂还比较短，而且它的分裂呢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内部分裂，就是说这是这个汉族王朝内部的分裂，还没有形成到民族的斗争、民族关系这样的问题。那么三国分了60年，后来统一的，那就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就是西晋。啊，我刚才说的要这个稍微更正一下，三国南北朝应该分成四个时期。
就是国家很乱，那个大部分时候都不是一个政府一个皇帝，而是有好几个，至少也两个吧，这样的政权对立，至少俩皇帝，有时候更多。这么一个混乱局面呢，把它分段儿，分出应该分成四段儿。第一段三国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三个政权鼎立60年。第二段西晋是比较短，但是西晋是这个整个这时期里面唯一一段统一的，就他是把三国给合在一起了。西晋是从那个三国的那个魏发展来的，他先篡魏啊，然后又啊魏先灭掉在三国魏蜀吴，魏先灭掉蜀，然后西晋是作为大臣把魏朝给篡掉，然后又灭了吴，这样的话全国统一了。其实他这个国家就叫晋朝，但是晋朝因为以后呢又出现了变化，又出现分裂，他又出现迁都，那就是你又得给他再区分了。再区分第一阶段就叫西晋，西晋历史265年建立，200到317年结束。这个历史呀跟前面那个三国历史有点重复，为什么呢？因为西晋建立的时候呢，三国还没全结束，还有没那个吴国还存在。等到西晋建立15年，才把全国统一，才进入到这个真正统一时期。但你要说这西晋王朝，它是建立的是稍微比三国灭亡还要早一些年的。但它灭亡的时间呢，就是说是比较确定，或者说是比较就是一个标志没问题，那就是317年，那年它灭亡了，灭亡以后就进入下一阶段。西晋这个阶段，作为一个王朝，它统治时间呢不是太长，几十年。你要把它那个统一全国前面那段时期切掉，就更短。这个王朝总的来说呢，它统治的不是太稳定。虽然统一了全国，但是内部的问题很多，包括内部的这个政治的腐败，包括内部的这个民族矛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很严重，导致它后来呢就比较快的崩盘了。它的崩盘的两大原因，一个是内部就是贵族，特别是宗室贵族，就是这个皇帝他们家族内部的争权夺利、自相残杀，这个大削弱他的这个统治势力。在他这个统治集团、统治家族内部自相残杀的这个基础之上，那么有很多的少数民族起来反抗，那个更加使得这个混乱局面更加严重，最后就把西晋给推翻了。这里面要说一下少数民族的问题。少数这个时期少数民族有个特点，就是说，大批的从边疆、草原迁到了内地，或者迁到这个草原和内地的叫交界地区，就是少数民族很多就是进到中原这个环境里面来了。那么他跟这个中原的汉族相处，包括他接受这个西晋王朝的统治，他都积累很多矛盾。所以后来呢，等到了西晋内，他们贵族一内讧，那很多的那个少数民族的首领都起兵了，他们建立政权，后来是他们就把西晋给推翻了，是这么一个情况。下面就是第三，就是这个三国南北朝这个时期的第三阶段了，就是东晋十六国，这个时期叫做东晋十六国。是什么概念呢？在南方有东晋，在北方和四川有一大堆政权。这一大堆政权其实有长有短，有那个大有就是有就就是有就是有大有小，那个非常不好概括。其中这是一大堆政权里面主要的有16个国家，其实不止16个，你要再硬算起来还能算出一些，但是呢，习惯上挑出16个主要的。来，那个作为一个标签儿，说这是一个十六国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在南方是东晋，因为这个晋朝的这个灭亡以后呢，还有一帮人跑到南方建立了这个新的王朝，叫东晋。为什么不叫？为什么还是西晋东晋呢？它其实是一个南北关系，但是古代吧，对于东西的这个问题比较重视，就是古代的那个早期的这些王朝争夺。各支势力的互相替代，经常表现为什么呢？东西之间的战争比较多。那比方说什么夏商周时期，秦灭六国，反秦起义，西汉建立，那些时候都是东西打仗。所以在当时的人的脑子里面一直有这么一个传统，或者说有这么一种
固定的一个概念，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东西之间的变化和斗争。现在这个西晋，他首都在北方，当然，他的首都在洛阳，也比较靠西，也可以说其实是靠西的。但是其实更明显的，他这个到后期是往南发展了。不过在习惯上，受老习惯影响，他还是被称为西晋、东晋，因为东晋的首都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当时叫建康。那它比那个西晋首都河南洛阳，虽然是可以，你可以说是南，但也可以说是东，它这还是比较靠东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东西的这个关系啊，是中国古代早期那时候的一个重要的线索，就影响到这后来这个王朝的命名。其实是在南方是东晋，北方和四川有一堆政权，统称16国，就这么一个时期。那这个当然是它的年代就各有各的起始年代，这个就不完全一样了。东晋来说，东晋就存在了100年多一点就灭亡了。那么这张图是一个16国的地图，可以看一下。16国呢，就这么多政权吧，它并非同时存在，不是说同时有16个国家。这16国有前有后，其实每个时期，一会儿反正就很乱，一会儿这个国家灭了，那边又冒出个新国家，有的时候呢，好像同时期国家也没几个，只有一两个；有的时候呢，同时期就有十多个国家，这就很难说。反正，在东晋统治南方这100多年时间里面，北方从北方到四川，出现了一大堆政权，有大有小，有长有短，这个就很难一概而论，统称为16国。以后的历史就进入到了那个三国南北朝的第四阶段，就是这个南北朝。哎，南北朝就是说，中国这时候很明显的是南北分裂了，那个东西什么的那种概念，大家就开始淡忘了。而且明显是南北，北方是一拨人，南方是一拨人。南方是汉族政权，继续延续东晋的那个统治体系，而北方呢，都是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他们在十六国的经过一番十六国的那个混战以后，形成了一个稳定政权，就是叫北魏。然后他又变出几个别的王朝，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是南北都有各自的发展的那个线索。总的来看是南北对峙，所以这个阶段叫南北朝。南北朝的历史呢，得有200多年，这里面涵盖好多政权。南朝是四个，就是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单线的相传，这个还比较好办。北朝是先有一个大的叫北魏，以后呢分成两半，叫做东魏、西魏，然后东魏、西魏呢又被两个王朝分别顶掉，叫北齐、北周。所以北朝有5个王朝，南朝有4个王朝。南朝这4个王朝是单线的。北朝那4个王朝是由一个主体又分裂成两半，又各自再传一代，形成一个北朝的这么一个体系。那这个时期呢，战争也很多，也很激烈。总的来说是南北方对峙呢时期呢，这个总的来说是当时这个情况是北方逐渐逐渐压倒南方，就是说占到上风。我们可以看，比方说在南北朝初期这张地图，当时呢南朝是宋，北朝是北魏。可以看到，在南朝初期的话，这个南朝这个政权的地盘比较大，它可以推进到几乎达到黄河的那个沿岸，那这个就算是南朝比较强势的时期了。但到了南北朝的后期是个什么情况呢？后期是这样的，后期其实这时候的南北朝已经就北朝已经分裂了，分两半了，分的这两半加起来，你可以看到远远的超过了南朝的这个地盘了。南朝地盘只能是沿着这个什么呢？长江这一线来防守了，而且什么连什么西边的四川什么的都已经被北方控制了，所以南北朝的总的线索是北强南弱，越往后面北方越强。虽然后来北方分裂了，但是北方分裂以后，它最后又合并，关键是它又统一。那统一以后，它这个就比那个南朝强多了。北朝这个它这个统一是这样的，它到最后分成了北齐、北周，但是再晚一点，北周把北齐灭了，那样的话呢，北方又重新进入一个统一，那就比南朝强很多。这个时候，北朝灭掉北齐的北周，又被篡位，被篡位就是谁篡位，就是隋朝把它给篡了。那隋朝就是以后的那个隋唐五代的时期了，就是开创一个新时代，这个我们就不讲了。而且最后呢，统一全国也是由隋朝来统一的，所以隋朝出自北周，北周是北朝的一个朝代，所以说总的这个结局就是北方统一南方，这就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的线索。
下边是隋唐五代时期，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地质时代的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呢，它那个包括三个阶段吧，它有一个长的时期就是唐朝。唐朝是我们古代的一个著名的王朝，很有名，有很多可以吹嘘的辉煌的业绩。以它为主呢，前面有个隋朝比较短，后面有个五代也比较短，一个唐朝带上隋和五代，这个时期合称隋唐五代时期。它的年代从581年开始到960年结束，也是不到400年。那么它这个呢，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隋朝。隋朝就是南北朝结束了南北朝历史的这个朝代。那它从北朝发育出来，它又取代北朝，然后又统一南方，形成这个统一大帝国。它很国力很强。有一些段也搞得很好，但是呢，由于统治有点特别，由于第二代统治者统治比较残暴，滥用民力，穷兵黩武，导致社会发生暴动，最后把它给推翻了。隋朝年代不长，只有那么30多年，但是呢，隋朝的这个他的这个留下来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其中有一个重大影响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运河，运河的开凿。加强了南北联系，为以后的这个中国这个内部的这种经济交流啊什么的，那个物资交流、文化沟通什么，这都起很大的作用。另外像什么科举制这样的重要制度，这也是隋朝开始建立的，就隋朝还是很重要的，这就是稍微的短了一点。隋以后是唐朝。唐朝呢，其实跟隋朝呢，他们的开国皇帝都是亲戚，他们都是从当年的北周，那个当年的功臣的后代，就反正他们是有很强的那种相似性。唐朝取代隋朝以后呢，在统治政策方面，吸取了很多隋的教训，在管理方面，这个剥削方面，反正都有所收敛。也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所以他后来还是发展的比较强大。唐朝它一存在了将近300年，这也算是比较长的朝代了。但是要细去看的话呢，唐朝是这样，前期比较强，后期就不行了。因为前期呢，包括出过什么唐太宗、唐玄宗这样的著名的皇帝，出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这样的重要的时期，也包括前面也出过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她本来是唐朝的皇后，她最后自己当了皇帝了，还把国号改了一段时间。但因为她是个女皇帝，她没办法往下再传，只能传给儿子，所以她一死，她儿子一上台，唐朝又恢复了。前期就是说都国家还是比较稳固，这几个统治者都很有能力，干的总体来说不错。但到了后期呢，有问题了。后期主要是在唐玄宗在位的末年，当时地方军阀发动叛乱，叫做安史之乱。这个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是整个把唐朝的那个统治体系带来很大破坏，而且中央集权也逐渐难以很好的维持，地方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不过呢，虽然军阀割据，但是唐朝这个招牌就还是一直没有拿掉。唐朝中央政府、唐朝的皇帝也还有一定的权威，就这样一直又延续了很长时间。总的来说，唐朝三百年可以分两段，前一段前100几十年，40-50年是比较统一的，比较稳定，国家也比较强大。后150来年呢，就进入一个不算是分裂，起码是中央集权不能很好的维护了那样的一个阶段，就是出现了一些军阀割据的这样的一些现象和倾向，这就是唐朝大概的情况。那么这就我们看一下唐朝的这个，因为唐朝很有名，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各个王朝里面比较强盛的一个王朝，那么在他的鼎盛时期，他曾经征服草原，而且把那个疆域发展到很西的那个位置，进入到今天的那个中亚地区，甚至于包括什么阿富汗、什么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那样的一些地区，那这个是很遥远了。现在图上显示的就是一个唐朝前期的鼎盛时期的一个疆域图，必须得注意啊，这个疆域图只是个别时候是这样子，并不是说唐朝前期全都这么大，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唐朝前期呢，那边疆很复杂，有的时候呢唐朝能把手伸过去管得很具体，有些时候他也过不去，管不了，
或者说人家就脱离了唐朝，所以边疆是很它那个状况是很复杂的，但是在最唐朝最鼎盛时期是这样一种形态。那到唐朝后期的情况再看这个，这就很大的不同了。在唐后期，因为军阀叛乱，那个中央那个受到很大的冲击，它的中央集权体制，然后呢那个主要的国家的军队也用于这个镇压叛乱了，后来就等于内部打仗，那边疆很多地方就逐渐的放弃或者是丧失了，丢掉了，所以唐后期的地盘就小了很多。包括咱们这个图上，虽然说这个图上把那个契丹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啊，往北很多地方也归入唐朝版图，但那些呢都是比较虚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那种这个实时统一管理的那样的一种形态，只不过在名义上它也归顺唐朝，受唐朝册封，那它就是稍微的这个控制力度是虚一点。就总的来说，唐朝到后期能控制的地方，主要还就是这个汉族这个地盘。除了汉族这圈儿，基本上就控制不了了，那它就比前期就下降很多了。唐朝这个前期是统一，后期有点乱，而且有军阀割据倾向。那么到了唐朝一灭亡，整个就是全国就真正割据了，那就是五代十国。唐朝灭亡以后，五代十国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呢？这个阶段它也是个分裂时期。前后60年，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当然你要算的话，就五代是60年，那十国有些还要长一点，但总的来说是，反正有那么几十年的时间吧。就是说，那是真的分裂了。分裂情况是这样，在中原，就是以这个河南、什么河北啊、山东、山西、陕西这些地方，这个地区，先后出现5个王朝。就说这个王朝是这样，它不统一，不能统一全国，只能统一这个北方地区。然后呢，它还时间短，第一个王朝没多少年，马上被第二个换掉，第二个又被第三个换掉，然后一个一个往下换，一共换了5个，这5个王朝加起来60年，都平均来说都不长，这就是五代。那在现在咱们这地图上显示的是后唐，后唐应该是五代当中比较强大的一个时期，那它也只有这么大，它延伸不到南方去，南方的地方它统治不了。那么，中原是五代，在其他地区，主要是这个南方，个别时候也包括北方的山西，出现过一堆别小小国。这些小国呢，总的来说有10个，叫做十国。所以五代中原的五代加上外围这十国，就叫做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呢，注意一下，这十国吧，也不是同时存在的，而是有先有后的，有的就是说那个第一个。存在，第二个把它给顶掉了，就是有个先后关系。有的呢，但是它是一直存在，或是一定时期内存在在一个地区，没有被谁给顶掉，就是说它这个情况不太一样，并不是说同时有10个国家，而是有先有后的。那么这个十国的情况呢，五代连传五个朝代，到了第六个就是宋朝了。那宋朝后来就结束了这个局面，宋朝在取代五代以后，就逐渐把南方政权和北方的什么山西的北汉全消灭了，最后就把汉族地盘又基本统一起来。这样的话，历史就进入了下个时期，就是宋辽金元时期。那这个时期就结束了，就等于从这个分裂呢，又重新走向统一了。后面，好，下面我们就要讲的是这个咱们地质时代的第四个时期——宋辽金元时期。这个时期啊，我们就说它有包括几个王朝。起码至少包括4个宋辽金元，这里面呢，这几个王朝的重要性啊，首推宋朝。宋朝是这个时期的这个汉族，主要就是它是个汉族王朝，它存在了那么也是分2段，加起来也是存在了300多年。它的地盘不是特别大，那宋朝它是跟那个辽金啊同时存在的，它的前期跟辽同时存在。后期跟金同时存在，它的地盘呢有限，它前期也只能统治汉族区域的大部分地区，后期只能统治南方地区。但是宋朝的这个经济文化很繁荣、很发达，政治上呢也有一些可取之处，比方说统治相对比较开明，那种社会和谐稳定，好像搞得还比较好，它是这样的一个时期。
但是你要说疆域和边疆来说，那它的疆域不够大，边疆不归它控制，边疆另有政权，那么代表性的就是这个辽朝和金朝。等以后又出了个元朝，元朝是蒙古族的王朝，那元朝就特别厉害，特别是打仗，非常的那个能打，最后把这些政权一个全部都灭掉，形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一个大王朝，统一王朝，那是元朝。所以宋辽金元就说。前面是宋辽金，后面是元，元很大，但元的时间不长。宋辽金呢，这是其实也算是个局部分裂吧，至少是不是那种全国分得很细，一大堆很混乱的那样的分裂，但起码也有一个，它也是个南北对峙时期，所以它呢不能算是一个大统一时代。那么，就是它的发展就比较复杂，而元朝就比较简单。元朝是统一以后，全国就是这么大，那而且它很稳定，一直到灭亡。只不过元朝时间不太长，宋朝和加上它和辽金对峙，前面和辽对峙，后面和金对峙，这个时间比较长。我们看到这个，这是北宋的情况。北宋就是统治了汉族的绝大部分地区，但是北宋的北边吧，有一小块地方，就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山西北部这个地方是被辽控制的。这个地方是在五代时期，辽从中原得到的一块地盘。那么后来辽和北宋就又一段战争，但是后来又谈判讲和了，就是其实它也形成一个南北对抗的局面，对峙的局面。这个时候在西北还有一个政权叫西夏，它也是少数民族政权，但是它这个地盘相对有限，资料也没有那么丰富，所以历代呢基本不把它当成一个王朝，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地方政权在讲辽。宋的时候呢，会带上它。这是北宋时期，北宋灭亡，北宋是被谁灭亡呢？是被东北突然出来一个新的民族叫新的政权叫金朝灭亡的。本来是宋辽对峙，结果在辽的地盘、辽的后院，等于东北地区出现一个新的民族女真，建立了一个政权叫金朝。这个金朝先灭了辽，又灭了北宋，然后呢，北宋的。残余的这个势力跑到南方去，建立了南宋。金朝就把从东北就一直发展到了中原，就等于形成一个新的南北对峙局面。然后，只不过他跟那个宋辽对峙的时候呢，他那个对峙的分界线往南推了，推到了淮河。那么这个宋辽金元，宋和辽刚才是那样对峙的，现在看这个金和南宋的对峙是这样对峙的。金，它就是从东北起来的，所以它后来它的地盘呢，也东北也是它的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它又占领中原，而南宋呢，又退到了那个淮河以南的地方。这个时候，西夏还存在，辽甚至于也存在，只不过辽的这个，就是说它辽也是有一波人跑掉了，跑到了中亚，建立了西辽。这个西辽就资料特别少，就是由于它离中原有点远，那记载什么的都见不着。他自己也没有留下很多东西，所以就对我们对他的了解还是有限的。那这个时候，西夏还存在，还有西辽，在青藏高原、在蒙古高原都还有很多的部落集团。反正就是说，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不统一的，当时并不统一，都是各自都是那种部落或者是那种不同的势力，这个混杂在一起的情况。在云南还有个大理国，这是云南是自从唐朝以来就有地方政权出现，到这时候有个大理国，这么多的国家到最后是被蒙古全部都一个一个都占领，形成了元朝，就是有这么一个变化。元朝我们知道它是蒙古族的朝代，它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王朝，统一王朝，因为在元朝之前，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只能统治局部地区。最多的时候统治整个北方，但是呢也没法统一全国。元朝就把这个前面这个规律给打破了，他就统一了全国。而且元朝是这样的，它的年代呢，你要算起来，它可以算到160多年。它从1206年到1368年，这是还算不算太短了？但这个160多年里面呢，有将近三分之一是草原帝国阶段，就它一开始它是个草原，在草原建立的一个帝国。它以草原为中心，它跟中原的王朝是不一样的。只是说，到了它的三分之一国体以后，到了后三分之二，它才转型，包括迁都到中原，
包括建立这个汉族模式这一套管理体制，它才跟中原的王朝接轨，正式建立元朝。所以元朝在广义上，它应该从最早他们在草原上崛起就算起，但是狭义上，它应该从它正式把就是进入中原建立传统模式王朝算起。如果算后一个阶段，那这个元朝就没那么长了，那只有100年出头。但是前面呢还有50来年是一个草原帝国时期，所以它是一个比较那个有这么一个广义狭义的不同。元朝武功强盛，因为这蒙古人打仗很厉害，他当时不光是统一全国呀，他包括他的几次西征，他的势力范围发展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到俄罗斯，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西亚地区都有。但是呢，他到后来，他在统治管理方面，他的能力相对不是太强，他的这个，特别是元朝吧，作为一个统治中国的王朝，后来还是被老百姓推翻了，就等于是，那么这中间他这个短命啊，有点，统一王朝像他这么大，他统一，但应该很稳定的存在更长的时间才好，但他没有，他这个稍微有点短命，100来年，这个主要原因应该是他文化交流的问题，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游牧民族来统治这个广大的这个汉族地区，文化他这个文化差别比较大，他的对于这个如何管理汉族农业地区呢，他不太有经验，也没有太管好，所以这是他灭亡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蒙古在早期就是元朝的早期呀，就是他那个草原帝国时代。他曾经几次西征，那这个西征的很远了，有3次西征，基本上是就是打到了亚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几乎把亚欧大陆给从东到西完全打通，那个是很厉害的啊。后面呢，所以说到元朝后来，虽然说在这个进入中原了，但是在西边也留下了一些他的统治的痕迹，就是说建立过蒙古的什么四大汗国，从中亚到西亚。都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权，这是当时蒙古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表现。那些什么汗国、四大汗国呢？它跟元朝的皇帝他们都是一个家族的，所以他们也有联系。在大部分时间里面，那几个汗国还是把元朝当成宗主国，就是说把它当成那个蒙古早期大帝国的直接继承者，而他们呢，只是一个分支的藩属国，是那样的一个定位。那即使不算那些几个汗国，那它都是比较靠西边的。仅就元朝直辖区来说，那它也非常大，它的版图极为辽阔。那个就是说，超过了汉唐。关键什么呢？它这个版图很稳定，它不像汉唐那样说最大的时候很大，过两天就没那么大了。过两天这边占了，那边又丢了，就是说。那个大是有点不太稳定的，但是元朝这个版图从头到尾都有这么大，这是很不容易的，很了不起的。所以说元朝的这个统治呢，对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影响，至少在版图方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这就是元朝。最后就是这个咱们说的就到最后了，这个帝制时代啊，这个最后一个时期明清时期。明清时期呢，你要广义上算，它应该一直算到清朝灭亡，1911或者1912年。但是呢，因为最后那一段基本属于近代史了，我们在这儿呢，就是只是提一提，我们就不那个阶段我们就不多讲了。我们主要讲明朝以及清朝的这个，在近代以前的那个时期，就是亚于1840以前的清朝，再加上明朝，是主要是讲这个时期。这个时期呢，那这个时候的历史变得很简单，只有俩王朝，明朝、清朝都是统一的。中间虽然有战乱，但是时间不长。所以说，他这个时候就不像古代的有些时期那么混乱了。他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发展线索比较清晰。第一个就是明朝，明朝是汉族王朝，那他是推翻了元朝，重建了汉族的统治。他这个皇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于如何统治管理这个统一国家，有一套自己的想法，搞了很多制度改革和创新，包括废除了传统的宰相制度等等，对以后的历史呢有很大影响。那么皇帝的权力，这种独裁的这种特色进一步加强。在边疆方面，明朝反正边疆上也是老打仗，边疆上不光受到北方民族的这个进攻，还受到南方还受到什么沿海的日本海盗，以后的西方殖民者，反正受到这些势力的影响，所以明朝的边疆是比较复杂的。就
内陆边疆来说，它的大部分时间里面都在和蒙古打仗。这个蒙古就是元朝灭亡以后退回草原，那蒙古人还继续在草原活动，跟明朝还不停的有这种交锋。然后，但是这个，可到最后呢，把明朝取代的并不是蒙古，而是东北新出来的一支势力，就是满族，就是过去的女真的后代，他们建立的清朝取代了明朝。我们看到这张地图，这是明朝一个早期的前期的一个地图。就当时啊，蒙古退回草原，分成了两块，叫鞑靼和瓦剌，在新疆还有一些地方政权，以伊犁巴里为代表吧，就是说但是也都是那个各自为政的。东北和西藏，明朝把它纳入了管辖，但这个管辖力度呢不是特别强，特别跟元朝相比呢，它还是控制能力吧，就是说有些时候能控制，有些时候就到了后期就逐渐的有点不是完全控制了，是这样一个时期。这是明朝。下面是清朝。清朝呢就是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了。清朝本来他那个建立的民族叫女真族，但他以后呢改了名叫满族，或者叫满洲。他们从东北入关，那个打败了农民起义军，因为明朝是被农民起义军给灭亡的，他打败农民起义军，又打败了明朝残余实力，统一全国，他又存在很长时间。在清朝的时候呢，这个清朝的统治呢也有一些辉煌之处，包括他的几个皇帝曾经有几个非常能干的皇帝，就是康熙、雍正、乾隆，他们统治时间很长，在他们统治时期呢，整个这个清朝的这个文治武功都很有成就，国家版图也基本奠定了。就是说在以前的那个元朝的组织上，明朝反正继承元朝呢继承的不是太好，但是清朝能够把元朝的那些成果继承下来，形成了一个非常就是辽阔的疆域，辽阔的统治比较稳定的大帝国，这是很不容易的。当然到了后来这个时候呢，世界形势已经变化了，新洋楼开辟，西方的这个列强往东发展，那么清朝呢虽然说确实也还干得不错，但是他已经逐渐的跟外部环境、外部世界的这个发展他跟不上了啊，所以到后面就是到了近代，西方列强的这个入侵改变了中国历史以后，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后来就是帝制也就结束，又建立共和那样的一个时期，就以后再逐渐的发生。作为一个中国历代帝制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是在他的这前中期这个阶段，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也可以看成一个中国帝制时代这样的一个阶段的一个回光返照的时期。这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说中国古代的发展线索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决定把它分成两个大的时期来讨论，啊，每个时期又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呢又可以再分一些小阶段做一个描述。最后我们简单的说说这个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特征，因为前后这两个时期呢它确实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重点讲后面这个时期的特征。后面这个时期的特征呢，跟就是说它一个是资料丰富，一个是离我们近，有些因素对跟我们今天是有关系的，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主要讲这后面的这个时期。后面这个时期呢，我们觉得分四点来讲，它有哪些特征。第一个大一统，第二个君主专制，第三个官僚制，第四个王朝更迭，我们就简单的做一个介绍。第一个大一统，就是说中国帝制时代这个这么多王朝传下来吧，它有一个总的特点，就是说强调统一。那么有的时候会用大一统这种概念来那个表示，强调统一，而且以统一为主。虽然有很多分裂时期，但这个分裂呢，大家都觉得不正常，都认为应该统一。这个统一的这个背景呢，来自中国呀，我们这个传统中国，特别是这个汉族地区，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它的这个地理跟外面相对来说虽然有联系，但是有点隔绝。那么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它的这个发展呢就比较形成一个漩涡，有一个中心，逐渐就是周边就往中心旋转。所以古代的人就认为说，这天下就是这么大，就我们这块地方，我们这块地方只能有一个君主、一个皇帝，或者一个君主、一个政府。如果是出现了多头局面，就觉得不太正常。那么在周朝的时候，就有一种说法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说所有天下的地方都是应该归我们的王统治，就有那样的一种单一核心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在那个
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战国时期打仗打得很激烈，但每个国家都是追求统一的，而且那各国虽然打吧，它的文化也基本是一致的，打到最后就形成了秦始皇建立的这种大帝国。这个大帝国的特点就是说全国一盘棋，那个不是像早期的那个周朝那样子那种分封制，就后来出现割据为政，在大一统的帝国之下，中央对地方拥有绝对统治权。那个就是说，这个地方都得听中央的，不能自搞一套，全国一盘棋，那么虽然说像秦汉帝国后来分裂了，那分裂时期大家也都觉得统一是个趋势，而且呢，在分裂时期结束以后，后代历史学家对前面这段历史做描写，他只认一个政权，把它定为正统，而把别的政权定为伪政权，就是他不承认说。在一个时代有两个合法政权，这种理念就是说，这种统一观念，就是古人就认为他应该统一才对，怎么能分开呢？这就是这种观念的影响。少数民族虽然不是汉族，但是他一旦入主中原，他就会接受这套体系，他就自命为正统，而且他呢会那个主动的也会和汉族王朝接轨，所以这样一环一环的就传到了清朝，这就是中国这个大一统格局就这么形成的。在大一统局面之下呢。特别在古代，交通落后，信息传递不便，那他这个管理其实挺难的。在这方面呢，我觉得中国历代王朝还是很厉害，想了很多办法，以当时的条件来说，做得很好了，能够把这么一个这么大的地方保持到一个一直说相对统，就是以统一为主这样维持下来，一直到近代，这是很不容易的。在地方上，在古代实际上，如果在统一王朝，地方想反中央叛乱，其实也不怎么容易。只有极个别成功实例，大部分时候他是乱不了的，因为中央的这个权威，这种老百姓对中央的这种认同和拥护还是相当的，这个有影响啊。除非到最后这王朝彻底整体崩盘了，彻底腐朽了，那是另当别论。假如一个王朝统治还比较建立时间不长，统治看上去还不错，这还比较稳定，这时候你要想造反，一般都成功不了。这是中国古代的这个大一统特点。第二个特点，君主专制，就是全国一盘棋，而这一盘棋呢，会由皇帝一个人来操控。这是这种统治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皇帝作为统治者高高在上，整个下面的文武百官都是为他服务、替他打工的。他有绝对的统治权。皇帝没有任期，皇帝一旦干上就得干到死，除非他个人想退休。干好了也是他，干坏也是他。所以，全国的这个统治高度依赖于皇帝的这种表现和能力。那么，在古代呢，这古人就认为吧，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权稳定，必须统治权力要集中到一个人手里，不能政出多门。所以呢，先秦时代法家思想，法家做了很多论述，就是强调尊君卑臣，强调提高君主地位，把君主抬起来，去给他压倒的统治权。儒家也基本是那个。强调这种秩序，强调这种领导的那种从上到下的这种领导的这种有效性。但是儒家呢，多少还讲一点什么呢？说对君主啊，得限制限制啊，说不能让他什么事儿都说了算。那特别他胡作非为，那恐怕不好办，就是最好防止他胡作非为。所以儒家也会讲一些什么这种包括天人感应，包括一些什么儒家的道德教育这些，从这些角度上来想想对皇帝来点软约束。只不过呢，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那么成功。总的来说，还是说大家都是强调的是那种君主的这种地位的崇高和他的那种权力的绝对性。在中国古代说，从大臣到老百姓都要忠于君主，这是古代的一个大的一个伦理原则，都认为这是一个天理，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违反的，你不能背叛君主，你得忠于君主。虽然说是儒家认为这个忠于君主这个事儿应该是双向的，就是不我忠于你，你也得对我好。假如你是个暴君，我是否忠于你，这个就不好说了，至少是不一定。但是呢，到了后代吧，由于有出了一些变化，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在中间那个唐后期五代时期呢，当时中国比较乱，陷入一种军阀割据的那种。局面就是传统伦理道德受到一些挑战，到了宋朝，宋朝的那种理学家要重建伦理道德的秩序，
就再度要拔高和强调这种儒家伦理道德的那种地位。那他就把这忠君啊这些问题就拔得更高了，就把它说成一个绝对原则，绝对不能违反。然后呢，随后又有什么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少数民族政权像金朝、元朝，他们都是那种早期国家，作风比较简单粗暴，家长制，就是什么事儿家长说了算，别人都不能废话，就是没有那种不鼓励什么讨论，什么什么什么制衡，什么那个民族协商都不太讲这个。所以这些因素呢，都导致到了明清啊，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厉害的、比较高度的专制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反正这个君主专制这个体制呢，它确实是一个古代的这些朝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当然，就是说专制是个基本原则，但是怎么实现这个专制还得看人。有的人他就天生就热爱权力，也会使用权力；有的人就性格他就不愿意管事儿，他就不爱这权力。或者说他不会用，你给他这权利，他不知道该怎么用，他就很懒，或者是很那个，这种没有那水平，这样的皇帝也非常的多，所以你不能就是你要去一个一个去看古代的那些君主，你会发现有的人不专制，但这些是人的情况决定的，在理论上，在原则上，他专制作为一个古代王朝的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个，可以说它是一个构造的原理。它还是，其实是不能给它抹杀的，这是这个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官僚制。官僚制就是说，这个管理岗位是这种官僚化，就是说有那种有专业资格的，那个受过什么培训的，然后呢并且有管理能力的人来负责，而且他这个岗位得流动，不是说像分封制那样子的一种世袭，完全靠先天的身份就是决定你的这种岗位。而是靠，不是那样子的，而是靠能力。这个能力怎么加以测算呢？怎么加以鉴定呢？那就是有一套选拔制度，这官员选拔制度，这个就在古代很受重视。在帝制时代前期，这个选拔制度主要靠推荐，或者叫综合考察推荐制，他就是说得了解这些人的那种各方面表现、品德、那个才能、学问，以及他的家庭背景。就是他是不是一个好人家，是不是一个有教养的，有地位的出身，这个也有点用，很有影响。就是说他会综合很多因素，会选出这些人来当官。到了后来呢，由于这个综合考察太麻烦，后来就变成了什么呢？考试选官，就是一次考试定终身。那个这个考科举，通过这个出题考试。判卷子，最后录取一批人，这批人就进入了这个官场，成为官僚队伍的核心。就说他对于这个官僚这个资格，他就卡得很紧。什么人能当官？那不是谁都能当官的。他有一套选拔的办法，在选拔以后，那又是什么？又经过那个各种各样的那种管理和考核，让他进行什么流动，有的升迁，有的降职，有的调动等等，就是尽量的把这个合适的人配置到合适的岗位上去。这就是官僚制的一个这个。基本特色，那这个跟帝制时代之前的那个分封制的那种体制就完全不同了。那这种官僚制的管理体制呢，其实是对，是那个，甚至于据说有些原则对西方的近代的文官制度都有影响，这是也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官僚制下面的这个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就是说它这个官员的选拔呀，它。很可能来自社会下层，因为特别到了后来，这种考试制度出现以后，那他也出于官僚制的这种选官原则，促进了社会流动。这样的话，对社会的这种，应该是一种健康的一种发展趋向，就是社会下层的人有机会升到上层，通过这种学习和考试。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简单，就是个别的时候也还有些时期也会出现相对封闭的那样的一种，或者说这种流动不畅的这样的情况。而且官僚体制呢，它的这种通过这种选拔官员，授予他的岗位和权力，然后呢又进行通过各种各样的管理来让他在岗位上流动，他就把这个国家呀。变成了一个大的一架机器，这个机器非常庞大，非常复杂，有它的一套运转规则。这个机器呢，在某些时候呢，个别地方出现了故障，它都有一点自动修复能力。
但是呢，这个机器运转了，如果运转个什么那个100年以上，到200年、300年，它会越运转问题越多，到最后有一天就会卡死或者崩盘，这个时候这个王朝就灭亡了。所以它的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多次发生的。这也就进入了第四个问题了，王朝更迭。在帝制时代，这些王朝不断的换了好多王朝，有大有长有短，有大有小，长的也就是300年差不多了，超过300年不太可能。像那个汉朝、宋朝都超过了300年，但是汉朝、宋朝都是已经被人家打，已经干掉了又重建的，就等于他已经死了一次了。那这个就不是一个稳定的前后能够一直维持了，超过300年目前就没有。到一定时候就会崩盘，而跟他相比呢，早期国家夏朝400年，商朝600年，周朝800年，这就看出一个问题，就前帝制时代的国家，它的管理松散，但也比较有弹性，而后期的这个帝制时代的国家呢，管理比较严格，绷得比较紧，但是也缺乏一些弹性和灵活性，它运转的效率是可以是挺高的。也确实是在大部分时间里面也能够把这机器转的还可以，但到了总是不能避免说出现这些点滴的微小的这些纰漏或者这些故障，自己也能一开始有点自我修复能力，但是越出的越多就修不过来了，而且它以后它有点转不动了，它好像整个这个就是一个老机器一样，它就等于是没有办法像一个新机器那样的那个维持那样的一个效率了，最后就会出现崩盘局面。这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一再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每个朝代到一定时候就会垮掉。而且呢，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假如你光是这个中原或者是中原王朝他们的这个机器怎么建立、怎么运转，这个就已经比较复杂了。还有一个变量，就是北方民族。那么我们的少数民族在北方的、东北的，有的时候突然崛起来一个强大的一支势力，他可能会对中原那个大举南下什么，这个时候假如你这个官僚机器这时候就本来就已经不太行了，你再被他一冲击，你可能就死得更快，就会出现这个王朝就会垮得更早。所以这就是中国古代的那个有人称之为什么呢，王朝周期率，就是在中国古代这个帝制时代的体制之下，每个王朝都是这样，反正走马灯一样的换，而且有点具有某些循环的特点，好像这个王朝灭了，下个王朝又原样又走一圈，虽然实际上它是有进步的，但是表面上确实容易给人一种循环的感觉，以至于有的西方学者像黑格尔就批评过说中国没有历史，中国的历史都是重复的。他这么说是不对的，但是他确实是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确实有些现象会给人这样的一种印象。那所以说这个总的来说就是各个王朝的发展道路差不多，一开始都是那个什么那形势不错，运转好，越来越不好。这个总的好像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古代的这个帝制时代的王朝，它具有一种强控制的特点，或者说它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它主要靠国家的力量，国家的力量非常强大，它能够对经济社会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的管理，出现什么不好的现象或者苗头，它能够及时的去那个把它给制止。但是呢，这个强控制的这种体制呢，就是说到了一定时期也还是会就都控制不了，就是说它不能说长期的能够永远的保持下去，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好像一个人一样，那他的这个寿命，他永远他再怎么保健，再怎么随时看病，他也不能活过100岁，通常是这样。那么古代的王朝也是这样，就到一定时候就会垮台。有些王朝由于特殊原因，什么暴政啊，或者一些偶然因素的，还很早就没几年就灭亡了，就好像我们的一个人要夭折一样，这种情况也是多次发生的。那各朝代综合来说，我们就说它基本上有些可以归纳一些因素，你会发现那些朝代它都是怎么崛起的，怎么强大的，它一般得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是它具有个人素质和能力非常超人的最高统治者、最高领导者，就他那领导厉害，开国皇帝都是有两下子的，都是确实有过人的地方。同时这个开国皇帝底下有一个强有力的集团，凝聚力很强，而且笼络了一批人才，大家都干得很好。第三，那他们在政权建设和这种发展方面能够适时的
审时度势制定出正确方针。第四呢，他还会及时的能够，他能够碰到一些历史机遇，并且能够抓住这个机遇。有这样的条件的这些人都能建立开国建立王朝。但是到最后呢，这个王朝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第一个，同治集团的腐朽和内讧，就是整体腐败，然后呢内部斗争还很激烈。第二个呢，机器转不动了，运转逐渐失灵，效率就明显的不如原来了，就转不动了，很多文件贯彻呀，什么政策落实呀，都逐渐不到位了，上面说的话下面有的时候阳奉阴违，他就不给你干了，这种情况。第三个的话呢，财政开支膨胀，没钱了。第四个的话呢，社会分化严重，阶级矛盾尖锐，社会这种。第五个，你再来点外部那个势力的冲击，这样一搞，这王朝就比较危险了。这就是古代反复出现的那种现象，每个王朝说我不能像前面那王朝那样，他的教训我得吸取，我不像他，不要像他那么早灭亡，我要长治久安。但最后呢，也都做不到。这就是古代的帝制时代的这些政权的一个共同特点。好，到这儿的话，我们就是把那个我们这个题目讲完了。那简单的就是对中国的历史做了一个梳理和一个描述。最后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就是学习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这个书是我写的，因为是比较简明的描述了我们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它分成21章，这书名叫《中国古代简史》，这是我们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在这儿呢，大家如果愿意进一步的学习了解一些历史的具体的一些环节，这个书可以推荐一下。好，谢谢。好的，非常感谢张帆老师的精彩分享。作为新学期的第一期讲座，张帆老师以史为鉴，向大家介绍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线索和基本特征，令大家受益匪浅。那么接下来进入互动问答环节，我们通过之前的问卷调查整理了一些问题，有请张帆老师再次做出回答。那么首先有老师想请问您，张帆老师，中国古代王朝更迭非常频繁，为什么却说整个中华文明却血脉不断呢？好，这个问题呢就是这样，中国的王朝更迭非常频繁，但是呢它有个特点，就是说特别在那个从秦汉开始以后吧，那么传统的这种统治思想，这种价值观啊，包括一些伦理道德观念，它其实是已经定型了，就是那至少是从这个西汉汉武帝独尊儒术啊，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汉武帝独尊儒术呢，他又吸取了很多那个法家啊、道家其他包括阴阳家的一些思想，就是形成一个儒表法理什么那样的一套统治原则和统治体系。这个的话就等于以后你要统治这样一个大帝国，你不用这套东西你就统治不了。他确实有他的这个，他是在实践当中摸索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一套统治思想，他是有经过实践检验的。像秦朝的那个统治政策就比较偏，走偏了，它就灭亡比较早，但是到汉代就已经经过调整，形成了这样的一套比较可靠的，或者说是效果还比较好的统治体系和相应的一些思想文化的一些内容。这个东西呢，就连少数民族进入到中原，它也得照搬，也得沿用，要不然它统治不好。那一些少数民族，他原来在边疆在草原，对汉文化不了解，很少接触，可是进来以后呢，他就得转到这上面来，所以就是说，这就导致这样的一个现象了。以这套思想、价值观，和相关的这种一些体系为基础，那么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些基本东西它就没怎么变过，除非到了近代西方列强的这个进入才带来一些变化，那么在古代它是非常稳定的。好的。那么还有老师想请问您，如何从地理决定论来看待中国古代王朝的更替？地理决定论这个问题呢，一般我们这个唯物史观的这个理论呢，不太强调地理决定论，我们还是强调经济因素决定论或者是生产力决定什么论等等。但是地理确实是在这个历史上，它又有这个影响，也确实存在，甚至于还不能太忽视。中国古代从地理决定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历史呢，有一个明显表现，就是一个北强南弱的问题。首先这个就是北方寒代草原的这个游牧民族，包括东北女真满族他们都不是游牧民族，但他们是寒代民族，他们这些民族他们的这种
这种军事力量，包括他们那种战斗力什么这些方面，它大大的超过了这个中原的这个农业民族，或者超过超或者它超过了这种温带的，亚热带的这些居民，在战争当中，它就明显占有优势，所以它多长期是在和中原的对抗当中居于上风，而且还多次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就是说这个入驻中原。这个其实是一种地理环境有关系的，和他的那种生活环境、地理环境有关系。那么就仅就这个汉族地区来说，也是北方地区的这个风土啊，或者是风俗呀、或者是这自然环境啊，好像对人的这种磨练，这种整体的这种，特别是军事方面的这些能力和素质呢，好像要求更高。所以在古代呢，有一个明显特点，北方就是说社会这种尚武精神。这种比较突出，而南方呢，相对来说是这种环境会好一点，那么它的文化发展会更先进。但是在军事上就会发现，通常是北方占优势。由南北对抗，南方占到优势的时候呢，也不是没有，但是很少。这就是这些大概都算是地理决定论的一些表现。好的。那么还有老师想请张老师推荐几本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入门教材。好的。这个教材很多了，那个其实是我个人除了刚才我们在讲座的时候推荐了《中国古代简史》以外，我认为比较重要、比较好的教材还有那么几部。一个就是什么呢？那个比较早的，就是民国时候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那个书到现在为止已经写了，已经好有七八十年了，但是今天看它还是很有启发性。因为他是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他去就是以当时的那个他的那种角度吧，对中国古代历史进行一个梳理，他归纳了不同时期的很多的那种问题和特点，而且确实抓住了那个时代的一个那个特殊性。今天看来还是有价值的，只不过这个《国史大纲》呢，它是比如说钱穆这个作者钱穆先生有遗嘱，他只能用繁体字出版，说现在咱们也出了，但都是繁体字的，可能对一般的读者会有所那个不方便。还有就是我们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史纲要》，这是一个比较老的教材了。它是我们这个北大的老师在上世纪60年代编的，是我很长时间里面是我们这个全国高校的一个权威的中国通史教材。它里面不光包括古代史，也包括一点近代史。因为他那批学者都是我们当时的一流学者，今天看来也是这个水平非常高的，也是一流水平的学者。他们组成的团队在当时的我们的北大的那个。前任的历史系的主任简伯赞先生结老这个指挥下，而大家群策群力完成这样一部书。今天看来呢，有些提法和视角稍微有点过时，但是这个书的内容，这个总体上的这个定位，包括他对历史时期各个时期的那种特征的概括和他那种资料的解释，都还是非常扎实的。今天看来也还是值得。学习的，这《中国史纲要》，这是一部书，还有一部比较简明的或者是通俗的，我觉得有一部书是那个台湾的学者柏杨写的《中国人史纲》，因为柏杨是编过那个《白话资治通鉴》，他是很致力于把历史通俗化。那么他的《中国人史纲》就是其实讲的也是中国的历史，从那个远古讲到什么什么那个清朝灭亡，那他这个把历代的这个王朝的兴衰都已经讲到了，他的文笔非常的。浅显易懂，举例子也比较生动，另外他还随时会和世界的那个发展大势相对照，所以那个书呢，你要看它虽然没有引什么大段材料，看上去好像很浅，但是它其实是总结的特点和那种，这个观察的视角都还是很有价值的，那个书也值得推荐，大概就这些吧。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张帆老师的耐心解答。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博雅大学堂语音课程第200期讲座直播就进行到这里。同时呢，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在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名家名师能够走进博雅大学堂语音课程，为线上的老师和同学们提供更多的名师智慧。那么本期的博雅大学堂语音课程就进行到这里。欢迎高校教师关注北清大学出版社官方公众号北大博雅教研。获取后续直播相关信息以及相应的教学服务。那么本场直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荧幕前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张老师再见。再见。